啊，崩了！哎，挺好看的。飓风葡萄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怎么感觉还是有点丑？它取了虾线。Continue straight onto Hyde Mountain Road. 哈喽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准备出发去踏个秋。本来很想带我妈去 Vermont 那边的，但是因为她单程可能就要5个多小时，所以就是不太适合我现在孕晚期再去了。我们就找了一个离纽约可能这边大概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，叫 Hunter Mountain， 然后那边也有一个跟 Straw 有点像的那种缆车，然后我看了一些图片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打算今天就去那边来看一看。对，然后我今天穿上了我从国内买的孕妇裤，贼搞笑。对，它是这样的，就这块是那种针织的，还挺舒服的，然后下面就是正常牛仔裤。可以。这几天都在疯狂下雨，然后今天终于稍微放晴了，希望今天的天气可以维持。这就又感觉又是一个小镇了，一般小镇就一条主干道。那条街叫Main Street， 每个小镇都有一条 Main Street。Continue straight on the High Mountain Road, then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. 3, 2, 1. Hi, can I redeem the ticket online? What's your order number? 22011. Thank you.You too. Have a good time, you too. 还给了我们一点这个零食。咱俩坐歪了，咱们感觉本来站在中间，他让往这边挪了。对。妈，嗯，呀，你是个黑的。Hello， 美国人还挺热情的。哇，你看脚下挺好看的。嗨，嗨，嗨。如果有阻的，我下次。我妈坐缆车贼紧张，感觉全程都不说话，然后双手扶得贼紧。你炸个手什么的。那是找光线呢，找到了一片叶子，有绿的、黄的，还有红的。下山了。像个小黄人。啊，朋友们早安，现在是周一，然后我今天请假了。昨天回来的时候大概就开了半个小时，就找了一个那种休息区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车里睡了半个多小时，然后睡醒了就觉得很饿，就特别想吃汉堡，所以就去又吃了一下 Shake Shack，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8:30了吧，我差不多就是泡了个脚然后就睡觉了。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哦，好像也没有去很远的地方，但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怀孕的关系，然后就会觉得很累，所以今天就请假在家稍微休整一下。今天早上我发现之前买的那个
两个手表都已经到了，这个是 Target 的那个红色的手表，这个是 Amazon 黑色的手表。我妈现在上去应该锻炼了吧，我现在就稍微开个箱，估计她马上也就下来，然后再给她看一下她喜欢哪一个，帮她 set up 一下。前两天刷到有人说，就是亚马逊买到的这个不是全新的，感觉是别人用过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这次运气怎么样。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是确定他说是新款我才下单的，看起来好像是新的耶，就他这块密封什么的都做得挺好的。先充个电，感觉对对成功，已经同步好了，然后现在打算让我妈戴一下这个，如果这个戴起来 OK 的话，我就不用拆那个红色的了。感觉是蓝色的这个表带，灰的吧，深蓝吧，感觉世界是黑铁是吧，是一种自豪。好，这还有密码呢，对，他已经，我妈已经设了，嘿嘿，可以。猪猪，宜家的来了。啊，刚刚宜家的快递终于到了，开心。我主要是买了两个舒法特的那个柜子，买了经典那个小推车，然后再买了一个这个十月份刚刚出的一个新品的一个小凳子吧。我觉得那个凳子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我就很怕它只是合作款出一阵子然后就会断货这样，所以我就买回来，我觉得可以暂时当个床头，可能放书的小床头柜吧。因为我不是很想买那种特别床头柜的床头柜，因为我们家用的是那种平台式的床架，就没有特别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柜子应该挺适合放在床头的。然后我就是买了一些小东西，买了这个铁壶，然后它是2.5升的，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浇花的水壶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好看一点。这个是买了两个挂窗帘的那种挂钩，就我不确定哪个比较好用，所以就两个都买了。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收纳插线板和电线的一个盒子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我打算给 Chico 的房间用一下，因为他那个房间有一个插线板，就是一直都放在地上，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这个收纳一下，会看起来更简洁一点。我打算先来拼一下那个小凳子，哇，那个真的是我最期待的东西。这个小凳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哎。我装这种简单的呢，等会儿需要你再叫你。完美。哦，纽约最近真的是一到周末就下雨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趟超市。主要是我们家真的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冰箱现在里面就是什么都没了，冷冻室也什么都没了，所以感觉今天是一个大采购。买来尝一下呗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大，可以。这是海鲈鱼吧？而且这个还带这个自己的这个刀，然后就直接一划，就全都是巧克力。这个是他取了虾线跟取了头。
这次的栗子看着挺饱满的。我们又来买飓风葡萄了，那飓风葡萄真的太好吃了。Thank you.啊，冰箱已经全装满了。开心。现在因为我们就是每次都会买很多这种蔬菜，在 Amazon 的买的这个收纳还挺好用的，然后肉也都分装好了。我打算搞一下这个万圣节的糖果装饰。昨天突然有一个小孩来我们家敲门要糖，然后我们家就是没有糖，所以我昨天晚上连夜下单了一些万圣节可以装饰的那个小东西，然后我们也买了一点棒棒糖啊，买了点巧克力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准备起来，如果再有小孩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他拿一点糖果走。我买的扭扭棒，还买了一个黑色的纸巾。我昨天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些灵感，然后今天就来实践一下。这一套还挺可爱的，它是专门是这种 Halloween 的配色，然后还戴了这个小眼睛。这是第一个成品，那总感觉好像有点像章鱼，因为它这个头有点大，我得再把这个腿儿再搞长一点，应该会好看一点。这是我的第二只，好像比第一只稍微有进步，但是我怎么感觉还是有点丑呢？我的成果，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有点像毒蜘蛛的感觉。我稍微试了一下这个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就有点不恐怖，因为它是白色相间的，我就只做了一个，我觉得还是要用黑色的，感觉比较像蜘蛛。这个贼像那个动森里面那个狼蛛。一共做了，现在做了多少个？16个，我操！哦，一共做了16个。我们现在先吃饭，一会儿再继续做一点。我妈擀好的面片，一会儿直接下面。哎呦，刚刚蒸的鱼。看着就很适合下雨天吃哦。啊、嗯，这是蔬菜肉，小肉和蔬菜鸡蛋。我看看，发懵了。哎，挺好看的。看你的，我做这个，这我都已经做好了。看看，哎，这个手机，搞定了。我们的20多个蜘蛛和20多个小鬼魂，哈哈。